5, 4, 3, 2, 1.射击角度不好，我来右地。 3、2。徐大红，你搞什么？失误。 目标转移到尼桑车座后门，我这里视线不佳，那边怎么样？能看到目标吗？有个马仔挡住了，我无法击杀。 我帮你清除障碍，我只能看到半个头，没有射击角度。你呢？我换一个更好的角度。我狙击，你俯冲。好。 南美时间早上7点半，他的手机突然被收缴了，缉毒部队应该有大行动了。难道他暴露了？徐大红，你在哪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把毒枪逼出来。
Keep an eye on him. Fucking hell.瞧不起我这大锤咋的？有更好的破门器，比这个方便。破门器队里有啊，可没这大锤拉风呀。这玩意儿要拎出去，那视觉效果极强。爸爸，你看我捏的雷神。哎呦，这么快就捏好了呀？来来来，爸爸看一下啊。哎呦，我闺女真是天才啊！瞧这模样，瞧这大锤啊，栩栩如生的呀。哎呀，丫丫最棒了啊！哦，我女儿丫丫。这感冒了还没好透，不能去幼儿园。他妈妈还在加班，他奶奶在住院，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。嗯，那咱俩意了，我觉得。哎，熊弟，你是特警，可你在三楼，你走错路了。谢谢。兄弟，啊，那个我是大锤，我听他们这么叫你啊，我是来报道的。哦，欢迎，那个。东西我帮你拿了啊！不用了，我来就行了。哎呀，以后来到我们缉毒大队就是一家人，别客气啊！王鑫，省特警总队王鑫前来报道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欢迎！哎，这样，坐下来，好，坐下。